防守都抢的比较靠前，冯挡拆换人，赵睿，表现好球。觉得呢，应该是不用因为对方身高矮，我们到降速了啊。这个发誓要夺冠的塞尔维亚，还有就是意大利，好球，机会，漂亮。上线的比抢。理想持球人不错，但是在摩尔呢是整个安哥拉队体重最大的，他110公斤。哇！梅谢莲，撤步投仰跳投命中，选择包括最后。延误之后，周琦大防脚，嚯！对方十号安东尼奥，安东尼奥是90年出生的选手，跟他交手那么多次，对方有这个战术或者是布置不陌生，还比较熟悉。好球，很可惜啊，可这边防得不错，这次算是防得好了，但是篮下漏了，可惜啊。阿联这是被对手的失误点一下，好球，正好周琦捡漏。其实队员包括我，我觉得李楠教练也可以跟队员在交流。哎，非常略低，但是还好在中国队这边点一下来了，漂亮。防持球人给打延误之后，再赶紧换回来。换防之后，其实还是，我们也期待呢易建联呢更快的找回状态，在世界杯当中有更好的发挥。这边我投了一个三步战，看郭艾伦滞空退防，那迅速这个防守轮转，轮转防守补上来，这个特别重要。对手改联防的话，可以适当的把节奏稍微拉得慢一点。嗯，然后球通过阿联在篮下或者大王在篮下把球打进打出，这样会更好一点。张若这几年在联赛里的历练，确实让他这个心。对方的四号，中队的这种比赛对中队的锻炼倒是很好。王志林顶，好球！张硕给到外线，赵睿机会，好漂亮！半决赛、决赛之后，整个爆发出来的战力，那反过头来，那对方坐一起的战友，这些选择估计未来都会有的。这边对方在顶防王哲林上给了力量，加力量之后很多断掉，打反击得手。赵睿的机会，好球，王哲林和周琦都漂亮，好球啊。赵睿和王哲林因为是全都封住了，全都封住了，哎，可惜啊！来看一看，双方现在其实就差两分。肖继伟，帮老将莫莱斯手下的不错，防的确实是凶啊。今天阿布查拉布上场时间并不多。好球！
能保证积极。是。小起来自己投，好球。换防大延误。再归位莫莱斯。哎，这球是阿联运球失误了，可惜。阿联其实是看到机会了。对。哇，快轮过人，再回来。接连拿到前篮板，好球。周鹏机会，好球，非常漂亮，对，没错，得了23分，那么不错了。10分钟的比赛时间，哇，而且呢正好是换上小双世博赛，中国队对安哥拉队的第三节比赛，第三节一上来，赵继伟一个灌球，周琦，好球。刚才呢也在下半场和。和易建联作为内线的搭档，前锋是与周鹏。哦，好球！这球，潘牛连续两个，快了，要吃身体了，好球！这就是其实呢，就反击之后，以球也是往外分的。周鹏。唯一的一次，莫雷拉这要紧一点，没关系。你看，就像这样的情况，好球！对方又是给老将莫莱斯传出来，进攻时间，快轮强行出手，篮板球，周琦好球。充分发挥身高的优势。对。莫雷拉，再到底角，莫莱斯，嚯！中锋要警惕，是15号中锋林加斯，老中锋了这是。我进一步提高，现在急于当务之急是退防，你看。拿不住小拉布，弹道非常正，这弹道真是很硬的话，而且有冲抢篮板球的人，而且还能有布置防守退防的人。没错。哇，给他来了，快轮，哎呀，可惜，反手上篮的时候没中。哇哇，小川，真是劈头盖脸，真是。手机上来队友，赵睿。五分方硕，好球，打得非常流畅，已经领先17分之多。稍事休息，我们来看双方最后一节比赛。这最后一次一节比赛，在第三节中国队继续发挥自己优势，好球。第四节一上来，安哥拉队那时候呢，球队领先已经比较多了。对，哇哇，还是以外线三分啊。对，老中锋明加斯这也。是在同一个队的，这个已经非常默契了。对对对，哇，这 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外线。你看刚上来，对，来了这么样一个，好像很轻松可以扣篮的球。这球，方硕给机会，好球，小川。今天陈小川这全是方硕传的，就是方硕的助攻全是他。在他身上找的，好球，还是比较高的。哎呦，这一下，哎，这动作是非常不好的。对，球打在赵睿脚上，赵睿踢的，挺违反道德的。对呀，对呀，这是。犯规之后，马上对阿联是中国队领先。贴身帮莫雷拉，防得不错啊！
置上并没有任何的失位，很好。看滑倒，赵继伟逼抢也非常凶。哇，打的空间太小了。梁纳尔保罗年轻球员知道啊，世界这么强，你才能有锻炼的目标。所以你看，像现在像王哲林、像周琦、包括阿联、包括郭艾伦，为什么能够打的对防中国队要稳住。有莫莱斯丢球了，周鹏飞身上来防守反击，全场比赛结束。